这是草原深处，那边的草现在特别好。但是这么大片的草原，竟然没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现在为了禁牧保护草原，这个政府规定，30亩牧场养一只羊。我的天哪！那他们每天遛弯得累死啊！对，所以苏尼特羊肉非常紧实，和这个有关系，因为它的羊运动量是够的。